那我们走了，再见。哎，孩子们。那我也去了。赛斯，你也去。你别走了，联合进攻程序就快完成了。我把 Z 留在这里，一定要做完程序才行啊。赛斯带司机豆走，也不带 Z 走，好像是这么说的。你够了，我又没有走多远。好了，快上车。那我先走了。搬家结束。温哥，我们睡在哪儿？随便。温哥呢？随便睡。吃饭呢？随便吃。现在没人管我们了。好了，再来试一下脱保联合进攻模式，都云。是。好晕呐，好像是这么说的。哎呀，孩子们刚走没有多久，你就魂不守舍喽。你为什么会在外面？搬家了，这里是脱保总部。总部？脱保总部？可这里明明是大马路啊。萝莉。不是。嘘，过来。请进。发射，哎呀好脏啊。发射，哎还来劲儿了。听我说，不管多生气也不能离家出走啊，也不能每天只听爸爸的话吧。我们只是想要寻找自由。哎呦，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，这不叫自由，叫放纵。放什么？好，说得好，朵莉。行了，该回家了，别那么任性，博士那么爱你们。你怎么突然？让父母伤心可不是孩子该做的。可是父母也不能老是伤孩子的心啊。乔克宝，你在做什么？给我看看。视频通话。你这间谍，出局。切，我不管了，永远住在这里吧。啊嚓！大热天我竟然感冒了。我这家伙白介绍给艾克尼了。爸爸，大酱汤。喂喂。是大都警察局吗？我找艾警官。浑身酸痛，我好像落枕了。我怎么会腿疼呢？怎么都跟老头似的。吃饭吧。一直吃拉面我都快要吐了。我不吃。那么玩游戏？没有力气，玩不了了。那我去买点别的回来。昨天晚上我睡得一点都不舒服，哪儿都比不上自己的窝。对了，我们去博士那儿要点小菜怎么样？不行。不行就算了。要的话肯定会给的。好像是这个小区。
十二号的话，不是杜云博士隔壁吗？文，博士，你好，我先走了。文，等等，金来福没有人叫这名字，没有这个人。去哪儿了？我拿过来了呀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家不是在那儿吗？现在这里是托宝总部，托宝和红军。喂，反正我们一起搬过来了。爸爸呢？应该和屈教授过得挺好吧？辛苦你了，沃恩，三个小家伙给你添麻烦了。没关系，幸好有你这个哥哥在，拿去和孩子们一起吃吧，不要说是我给的。啊，闻起来贼香啊。谢谢。你的父母不在吗，沃恩？他们还在，但是我现在已经不能回去了，已经太晚了。不会的，父母和孩子相见什么时候都不会晚。可以的话，我们下次一起见见你的父母。不用了，参鸡汤我先拿走了。哇，参鸡汤从哪儿来的？耶，味道不错啊，还是沃恩哥对我们好。这是我爸爸给的吗？我不吃。你别这样，快吃吧，怕你们不吃还让我别告诉你们这是爸爸做的。我以为爸爸根本不在乎。切，就算是送这些过来，也不会感动的。爸爸，哭什么？真是的，回家不就行了吗？不是已经说了要在这里住吗？已经太晚了。没关系，回父母身边哪有早晚？博士不会发火，还会很开心呢。你呢？不用担心我，我一直都是一个人。好了，今天晚上都回家吧。文哥，这几天谢谢你。文哥是真心对我们好。是啊。哎，卡伊，我上次说的那个什么，就是操纵托宝啊，让文哥也试一回吧。什么？不用了，我就不用操纵这个了。没关系，文哥。成了。可以吗？交给我。喂，了不起啊，沃恩，我还以为……稍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好，不过那些话过一会儿见面时说。啊，喂，终于，托宝就要永远变成废铁了，就像这样。那个傻瓜惹了祸还敢出现在这儿，还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。不对，越是重要的时候就越要小心。进来。等到做好，托宝除了我们也会听沃恩哥的话。哎，其实真没……卡伊，快点出来。知道了，沃恩哥，我们出去一下。去哪儿？不是说好要回家吗？在那之前有事儿要办，一会儿回来。等等，钥匙。添加声音识别结束后就会自动停止。嘿嘿，是啊，回来以后再告诉你操纵方法。可是，呼呼，终于完成了联合进攻程序。现在只要等 X 和 Y 回来实验最终效果就行喽。只要他们俩还回来的话。完成添加声音识别。趁现在。操纵托宝带他过来。艾克尼大人，我不想干了。什么？对不起，可是我真的不想再背叛卡伊、昂尼和塞斯了。哼，我决定了，我也要回到父母身边。就知道会这样。
嘿嘿嘿，说话不算话，像你这样变来变去的人是成不了大坏蛋的。嘿嘿嘿，饼干、饮料、蛋糕，送别会准备结束。嘿嘿，最后一天我们要尽情的玩，在回家之前干脆和文哥结拜怎么样啊？结拜？现在文哥不是跟亲哥哥差不多吗？哥哥是老大，我是老二，赛斯老三，卡伊老小。什么？我为什么是老小？按名字顺序来，所以你是老小。什么呀，一点根据都没有，我还比你早出生10分钟呢。按生日来排，我最大，所以我是老二。但是个子我最高。开玩笑，一会儿把鞋子脱了好好量一下。算了，现在喝什么也没用了。哎，你们快看这个，这不是文哥吗？金来福。啊！我们现在就得离开，你快点带托宝去艾克尼那儿。不行，托宝是卡伊和昂尼的。什么？你是坏蛋，在这装什么善良啊？过路人都会笑死的，交出托宝钥匙。就算把这个交给你，你也用不了。听好，从现在开始我不做坏蛋了。嗨。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托宝。是大哥。你们就等着被收拾吧，金来福。嘿嘿嘿，你非要闹成这样不可吗？瞧你的父母。我怎么也……哎，你爸妈出什么事儿也跟你没关系是吧？什么？如果你不听我的话，那你想念的父母他们会怎么样呢？金来福，警察姐姐在找的那个人，这个人不是文哥吗？回去问问文哥。文哥，全空了，东西都去哪儿了？怎么回事？托宝钥匙也没了。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在说什么？怎么回事？真的以为我跟你们是一伙的吗？哥哥，开玩笑，一开始我的目的就是托宝，你们几个彻底被我给骗了。什么？我们别再见面了。这次我一定要把他们通通碾成粉末。不行，如果爸爸知道我做了这么卑鄙的事情，他一定会发火的。等着吧，小家伙们，我会把一切恢复原样的。怎么可以这样？托宝钥匙已经附加了文哥的声音，所以得马上追上去。真是烦人！嘚瑟什么？马上出去给我干活！那个给我。XY 合体。胖鲁克先生，现在是最后一步了。真的要把托宝毁灭吗？现在已经完全是我们的了。托宝是个危险的东西，不管怎么样，最后总会站起来毁掉我的计划，不能再给他复活的机会了。别废话，按命令执行。哎呀，倒不如给我呢。先选哪个呢？这个，大哥，
再来。这样下去可不行。哎，怎么想都觉得可惜呀、啊、你看托宝不都是咱们的了吗？没办法呀。你怎么光听艾可尼大人的呢？天下无敌的托宝不就在胖鲁克大哥你的手里吗？嗯，仔细想想吧，只要有了 XY， 胖鲁克大哥可比艾可尼强多了。说下去。胖鲁克大哥，你看呐、啊、你什么比不上艾可尼？你年轻，长得又帅。说得对。胖鲁克，你在干嘛？吵什么吵？给我闭嘴。胖鲁克先生。干嘛？你想怎么着？托宝现在是我的了，艾肯尼制造的机器人中哪个能打得过托宝？胖鲁克。对了，托宝不听我的。不是有我在吗？胖鲁克老板。嘿嘿。文，你快点给我操作托宝。是，托宝 XY， 你们赶快过来收拾收拾这些家伙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被骗了。笨蛋，给你任务也搞砸，不给你也搞砸。啊，艾肯尼。黑魔集团，赶快把 X 推进去。抓到了。等一下。你这个叛徒。不是那样的。 X 和 Y。 阿尼、啊，抓到了。艾肯尼大人超棒。放开我！要把歪拉到哪儿去？还能去哪儿？当然是能把托宝碾成碎末的机器人费事了。什么？这算什么 ？X， Z， 跟上歪，加速。不会吧，真想把我扔进那里面呢。等等。走好，托宝。不行。C， 蜘蛛汽车。好像是这么说的。看那边。Z，快变形。会掉进去的。 Z， 极光王。好像是这么说的。不会以为就这么结束了吧？抓住了！镇定点，孩子们，我会救你们的。王哥，不用担心，就算我死，我也会想办法把你们救上来，不让你们掉下去。
原来是这样，胖鲁克威胁要害哥哥的父母。不过之前我的确是想偷托宝的，我是个坏蛋，我骗了你们，对不起。真是让人生气，不过最后沃恩哥哥还是真英雄啊。你们原谅我了吗？哪有原谅不原谅的，你是大哥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做坏蛋了。小家伙们，难道你们不知道上山容易下山难吗？好了好了，别再说这些肉麻的话了，快点出去吧。行。那是什么？是想阻止我们逃出去。是什么？试试联合进攻怎么样？好像是这么说的。联合进攻已经完成了，好像是这么说的。好，那就试一下。托宝，联合进攻，蜘蛛大炮，蜘蛛大炮，呀，激光机枪。不行，该了不起的胖鲁克出面了。还是我胖鲁克先生的脑子好使吧。快点出去，能做到吧 Z？ 交给我吧，好像是这么说的。怎么了？孩子们没事吧？燃料桶的味道怎么样啊？什么？胖鲁克先生，你在干什么？艾肯尼大人，怎么样啊？我的脑子也够用吧？那是一整年的原料。来不及了，特莱坦合体吧。XYZ， 特莱坦合体。特莱坦超级飞跃，超级飞跃。哎呀，我这张俊脸差点被烧到。哦，你这笨蛋。爸爸，真是对不起啊。我现在就回到爸爸的身边去。现在要回去了吗？跟你们在一起生活，我也学会了很多，不是你们和托宝的话，我也绝对不会有回家的勇气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去见父母吧。我们有缘再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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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杜云，你看，孩子们。爸爸，我们知道错了，爸爸是关心我们才会责骂我们的，我们不但不理解爸爸的心意和爸爸，我们会好好听爸爸的话，作业也会按时做的，我们想你了。不不不，爸爸也有不对，不能总是责骂你们，只要你们回来，爸爸就爸爸啊。孩子们，爸爸以后再也不离家出走了。爸爸，我们好想你。爸爸也想你们。塞斯也是。托宝也是。
还是家最好。可不是，离家出走可不好受。哎呀，外的声音系统好像有点奇怪呀。好，我们就等着瞧吧，看看谁会笑到最后。